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降低了环境音，先和大家分享一下，聊几句。今天和大家一起漫步在西安市中心的城墙区，西安古称长安，镐京，中国陕西省的省会，也是中国知名的旅游城市之一。现在是2023年的五一假期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来西安，我也不知道能探索到什么。希望你能跟着我的脚步，咱们一起去发现。西安城墙是目前中国现存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。西安的这部分城墙包含了唐代和明代两部分的城墙，最早兴建于1374年到1378年，距今已经差不多有650年的历史了。城墙高12米，底部18米宽，城墙顶宽15米。游客买票后可以登上城墙参观，东西南北四个方向，全长总共11.9公里，在古代用于军事防御用途，如今变成了西安的标志和游客们来西安的必游之地。今晚有城墙的灯光和表演秀。西安的城墙处于市中心，也是西安的商业区，商铺林立，人声鼎沸，人流密集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白天的温度大概28度，晚上也不冷，体感很舒服，适合这样的漫步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，也请订阅我的频道。后面会有更多的 City Tour 的漫步影片，和你一起去发现北京也好，还是中国其他的城市的人间烟火。好了，我将恢复环境音了， See you next time。拜拜。
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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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九八寸吗？我也学了这，这个画画。
谢谢老板。哎。装羊，好的呀。爸爸，明天。